民政局道长，佢哋分别系郭少聪先生、陈俊熙先生、邓汉俊先生、李浩莹女士，同埋有请咁多位喺而家出嚟攞奖啦。好啦，我哋见到 Esther 啦，都有好多嘅 fans 喺度喎 ，fans 可以俾啲掌声欢呼声嚟听下先啊！系好多嘅大力支持啊！在這裡也特別鳴謝青年活動推廣及宣傳工作小組葉欣先生為常常得獎者贊助運動眼鏡的。好 ，thank you， 唔該曬咁多位。哇，這個時候請謝國校啦、張校長同埋劉子君小姐繼續留步嘅。哇，獲獎代表可以先行就座啦。哇，跟住落嚟我哋會頒發積極參與單車送暖義工活動獎，佢哋分別係劉俊丁先生、陳翠麗女士、朱浩文先生，埋有請三位可以依家出嚟啦。不過劉生同埋陳女士咧，因為要是未能出席，我哋安排稍後領取嘅。咁啊，我哋有一位嘅嘉賓一齊影相啦。啊，我哋仲有一個單車，我哋同埋單車一齊啦，因為咧佢哋係贊助咗部單車出嚟噶，啊，非常之好嘅大力支持啊！啊，亦都係用呢一個單車咧，係送暖。好，有請埋李子敬議員一齊上台影相啦。好，我呢個時候邀請埋馮副主席一齊上台啦，再嚟多一張，馮副主席喺邊度？好好咁啊，唔該曬咁多位啦，可以請到台下站坐 ，thank you。好，咁我頒獎嘉賓亦都唔該曬啦，可以請到台下坐坐。好啦 ，Esther 亦都可以喺頭休息一下。咁啊，陣間咧 ，Esther 亦都會為大家帶嚟。